埋渔港的客运行20万大关的人次，我们刚刚已经迎接到了这位幸运儿，是一位台湾同胞，而且呢，我们刚刚也送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熊给阿姨。但是，一会儿就在这里呢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他，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所提到的中远之星游轮一个模型。而且呢，一会儿阿姨上船了之后呢，还会有一个惊喜，就是他会有一个 VIP 服务的升舱仪式，让我们一起敬请期待。